大家好，我是镜子。因为之前第二集的时候啊，我喉咙痛，对，喉咙痛，所以现在还没有好，还没有痊愈啊，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声音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奇怪之类的。如果会的话，请不用介意，不用想太多，没，本来随便，反正。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遇到的事情就好了。那主角是在森林里面迷路嘛？那迷路，然后他就走到一个洋馆里面，在洋馆里面遇到一大堆奇怪的人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就是那个这个主线就只是进展这么少而已。然后呢，他就被袭击了。在袭击后，他在袭击，哎，不对不对，讲错了。他先是在走进洋馆之后，他是先遇到一个人叫做基恩，就是进，他遇到先遇到进，然后就遇到了那栋洋馆里面的居民。再来呢，再来他就跟他们一起去吃一个晚饭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变得很想睡觉，然后睡着，一醒来之后又遇到进，就告诉他说。去那个客厅那边看看他们真正的面目，结果一走进去里面，看到的竟然是，他们居然想要把他给吃了，对，他们想要吃了他，不知道他们的原本的真面目呢，到底是真的是妖怪呢，还是食人族呢？这我就不清楚了啦。可是我觉得应该是，应该不算是人类吧，我觉得啦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他发现了那群人的真面目，想要赶快逃跑的时候，又遇到进。在谈话的过程中，他就开始觉得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我一定在做梦，没错，就是这种猪队友的那种想法，对。然后跑去洗脸，结果洗个脸的时候，居然被袭击。在快要被杀掉之前，他遇到了哈鲁，对，就是封面上那个帽子有牙齿，然后还有血迹的那个异色瞳男子。哈鲁，再来呢？他现在要去找那个金色的刀子的部分，哎，然后这部分我好像就有点忘记了，太久了，已经过了好几天没玩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玩吧。我有点忘记了，哎，妈呀，太久了。这里面的人我对话过了吗？应该是没有哈。继续睡觉，再继续睡觉。这呼噜声真的超大声的。这个树应该也，这应该对话过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了吧？先去。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是要跟那只猫讲话，那我就先不去了，就先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Lisa 的房间好像是没有。好的。再来是去书房，这个有对话过吗？好，没有东西可以点，然后去木鲁的房间看看。这是什么？好，这个跟上次的是一样的，就是他很烦恼某件事情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已经快到人类的极限了，嘿，对，应该是东西都没有变化，然后对话就是跟人的对话就不知道了。有些字我都不会念，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念出来，念出来很糗哎，啊。
またパパが部屋に入ってきた。え、嫌なの？嫌って言うわけじゃないけど、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。お姉ちゃんは気にしないでね。どうしたんだろう。モルフォはモルとあまり仲が良くないのかな。对不起，我的有时候会突然间不知道怎么念，所以会有点停顿的感觉，就不要介意。感觉我的配音还蛮好，还蛮霸气霸气的感觉。这应该是没有变化。看一下其他的局面，哎有哎，那个房间，这是有应该已经有对话过了吧？进去看看。哎没有哎，可以个别对话了。いいか？この館にはまだまだ危険なやつらがたくさんいるんだ。そうなの？ああ。例えば地下に行くときは気をつけるんだよ、だぞ。地下？ What the？ あそこには亡霊や化け物がたくさんいる。うかつに近づくと死ぬぞ。わかった。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あれで？なんだよ、ハル。僕にはあれだけ手だけ、手助けは言わずに、手助けするなって言ってるくせに。被呛了，被呛了！惊恐，惊恐！看他的表情，惊恐了，惊恐了。うるさいぞ、ハル。その反応は図星かな？お前、それ以上言ったら、もうそんなにカリカリするなよ。相変わらずだね、ジンは。来跟他对话看看。どうしたの？え？ああ、ちょっとこの喉だか気になってね。何も書かれていないはずなんだけど、なぜか不思議と。不会念。どうしたかな？我想看，应该是有什么内容。我想看，好看，好，算了。你看一下那个房间，还有一个人在那边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对话，就是他会说：“啊，忙しい，忙しい，管他了，直接去跟奈奥尼讲话吧。嘿，马上就进动画了，点点点。好不会念，一直忘记那个字怎么念啊！なんて聞けばいいんだろう。リサに私は殺せと命令されたとか聞きちゃったらまずいよね。何か妖怪？这个我要配吗？リサはまだ寝てる。ここは一か八か。あなたはリサのペットなのよね。ああ、そうだけど。じゃあ、リサの言うことは何でも聞くの？
啊，言うことは聞かないと怒られるからね。そうなんだ。じゃあ最近は何かお願いされた？最近？いや最近はないな。最近、え、怎么念啊？我忘记他的音怎么念了。最近、算了。そう。喂，吓死人了！醒来了。那，私の寝らに何か妖怪？吓死我了！やばい、起きたの？その喋る猫が珍しくて。少しお話ししてみたいなって思っただけだ。そうか。はい。这是一个发酒疯的概念吗？そうかそうか。ネロニは可愛いだろう。そいつは私の言うことは何でも聞くいい子なんだよ。おい、静かにしてくれないか。勉強の邪魔なんだ。他马上就哭出来了耶。すみません。じゃあ、あまり邪魔すると悪いんだよ。そうか。そう言って私は部屋に出た。リサがネロニに命令して襲わせだと思ったけど、そうじゃないのか。どうだった？金色のナイフが、まだ見つかってないんだけど。隙間だと。不能做这么麻烦的事情。马大哥，加恩，好可爱哦，这家伙。女の子には優しいんだ。完全跟镜子相反的，顺便呛镜，我觉得母汤。被熊了，やべ、ジンが怒った。逃げなくちゃ、马上逃走了。待て、もう許さん。就走掉了。なんなの、あの二人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よ。等一下。我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，怎么办？我觉得待会我会被袭击。让我进去。
让我进去。No。我不想过去，完蛋了！不想过去，救命哦！我讨厌玩恐怖游戏。あれ、どこにもいない。No。No。不要过去，我开出去吗？我看一下，可不可以不要这样？好，进去。阿甘奈。等一下，我就知道，等一下，要走哪里？上锁了，来过来，过不去。去你小房间看看，喂，我知道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拜托不要跟我说会比 Ben， 拜托不要。这声音好讨厌哦。No， 拜托不要突然间你的脸突然出现在铠甲面前哦，我会吓死哦，不要这样哦。奇尔来袭击哦！你真的要现在赶快出去吗？啊，おかえり。随分遅かったな。どうかしたのかな？私、わかっちゃった。え？誰が私を殺そうとしてるのか。わかったの。本当？多分、チロだった。どうしてそれがわかったの？私、さっき殺されそうになったの。運よく、見つからずに逃げ切れたってけど、何？また住人に襲われたのか？ごめんね。
それもこれも全部ジンのせいだからね。無汤哦，全部都推到ジンの身上。哈？元はといえば、てめえのせいだろう。なんだと？吵架了。もうやめて。二人。ごめんね。好可怕哦。只能靠我自己来做。僕も助けてあげたいんだけど。おい、ハル。ジンが顔よからさ。わかった。对话。欸、你怎么走掉了？算了。还好我有那个事先探查过，这样我才知道丽莎的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躲人，不然刚刚真的是完蛋了。小心不要被怀疑。虾米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哈鲁刚刚说不是有什么东西了吗？奇怪了，还是我看错了那个内容？奇怪、欸，不是说有东西了吗？七路走掉了。他马上跑来阻止我，哎，他的表情，他表情好痛苦的感觉哦。先去他的房间看看，可是我想先去莫鲁佛的房间看一下。なーに、お姉ちゃん。その、チルについて聞きたいことなんだけど。チル？为什么你马上都会想到这一块呢？弄哭七主了。眠らせるが一番だよね。
让他睡觉，好像是这样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。去楼上看看。Lisa 房间没人，小塞他在小塞里面。我原本还以为是母主诶，没想到居然是妻主。居然是本人自己扫打扫吗？在打扫房间，然后他刚刚有说到，就是小孩子们又跑进来，然后搞得乱七八糟，所以真的很有可能是跟主角所讲的一样，真的是屈辱，第一天来袭击的真的是屈辱。那 kimchi 母汤哦，你是最清楚的吧？又有一大堆酒，他还在喝醉耶。どうしてそんなこと聞くんだ。いや、その、やばい。どう答えれば。その、チルと仲良くなりたいな、みたいな。チルと仲良く。そっかそっか。在哭了，最近都自己一个人，所以是在自己一个人睡。我觉得刚刚那个Neroni所讲的话让我觉得很匪夷所思，因为他刚刚说这种事情不应该来问我，你最清楚的不是吗？你不是最清楚的吗？他还在这里。记住什么？母汤哦，你都你边叫着他傻妈，然后边说他鼻涕虫，你叫母汤哦，爱哭鬼。他们都是在表示说妻乳是爱哭鬼，然后还很。等一下，瓦嘎妈妈的那个是怎么念？我突然忘记了。瓦嘎妈妈的那个中文是什么？顽固？不是。有点忘记了，糟糕，忘记这中文那个怎么讲了？就是不听他的话就会觉得不高兴的那种性格。叫什么？娇蛮吗？野蛮，好像有点接近啊！忘记了那个词怎么讲了，忘记了。
想要淋湿。哦，任性，我想起来了，任性。其实我是又爱哭又任性的孩子，想起来了。其实我真的很想说，我记得上一集我好像也有讲过，就是原本是那么豪华的那个桌子，然后现在突然间变成两个碗碟破掉了，然后还有这么肮脏。正常来说会变这样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吧。好的，不是走这里。去 B1 应该没有东西啊，去我的房间看看吧。其实我刚刚已经看过了，这样的话应该又要再重新每个都再看过一次，比较安全一点，不知道会不会看懂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我在这里会被袭击。如果真的会的话，那就惨了。这里吧，わたしの大好きなオルゴール。あの音を聞いてるとなぜかもう眠っちゃうの。だから聞きすぎには。注意了呢，好难哦，真的好难念哦。本当にすぐ寝ちゃうから、ジルの日記にはそう書かれている、書いてあった。オルゴール就是刚刚我点的那个嘛。所以应该真的是要拿这个走。Old God。所以 Morpho 反而是把那个线索讲出来的人呢，就是因为那个 Morpho 就有说，刚不是就有说吗？啊，你是不是让妻子哭了？那让他哭，让他睡觉会是比较好的方法哦之类的，好像是吧。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的记性不是非常的好。哦，お姉ちゃんと早く遊びたいのに、やっぱりシールだ。じじじじじ。角色自己在移动。出来是在睡觉，跟那个 Lisa 的差很多，一个是咕咕。
Oh my god！ 바리참지마타카哎呦！哦哦，吓死我了！我记得这，我觉得我会爆炸，怎么办？基鲁的魂胎是这的本体是这一个，不是吧？我觉得待会一定会被追杀，都被发现了，怎么可能不追杀？怎么办？哎。不要！不要！我一定要去看吗？无糖哦！不要啊！为什么一定要去看？你要看哦，不是吧？不要，不要 ，no no no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办？救人呢、哦？救人呢？要我烧他哦！
Oh my god！ 虾米，那个钥匙对那个居民来说是像灵魂一样的东西，所以钥匙一消失的话，那个它本身也会跟着消失。没问题。等一下，那个脸出来了，那个脸出来的，那个黑，一开始那个黑黑的那个人的脸出来了。哼哼，我不回房间，马上就睡着了。好的，那就今天的那个，这应该说这一次的那个录音就到这里吧。我们就玩到第一天结束就好。再来就下次，剩下就下次再来吧。第二天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是两张以内可以把第二天解决掉了，不然那个长度太长了，真的太长了，我觉得不行。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呢？应该是没什么了吧。好，我们来推测一下那个第二天会是谁。到时候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说你们觉得第二天会是谁啊？如果你是已经玩过的，然后你知道的话，那就不要说了。这只是一个推测。然后再来，你们觉得第六个角色就是那个问号的，第二张会出来吗？我觉得应该不会，应该会第三张左右才会出现。然后第二张的话，我猜是莫尔佛会来袭击。就是感觉是从小到大那种的感觉。原本我以为是随便乱来的，现在看，诶，没想到居然第一天居然是七乳先来袭击。那我觉得说有可能哦，
就是有可能是从小的开始到大的。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第二个来袭击的可能是摩尔佛。然后好，到时候就再看我们第二章的时候会遇到哪个人来袭击吧。好，那么再一次的到此为止。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你就在底下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的脑袋有点打结了。哎，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订阅我，然后点下赞，然后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。好的，那么真正的。